译者王莹娟台北报道。因神力女超人一脚红遍全球的女星盖尔加朵，今天穿 Givenchy 定制亮片礼服，搭配 Tiffany 顶级珠宝项链亮相，惊艳奥斯卡红毯。殊不知 Tiffany 释出的幕后照片中，盖尔穿着简约的白 T 恤搭配牛仔裤，搭配同一条顶级珠宝项链，开心自在的躺在饭店床上的模样也很迷人，让人见识到原来顶级珠宝项链也可以这样戴。这条铂金镶钻石与海水蓝宝的项链为 Tiffany 2018 Blue Book 顶级珠宝系列，镶嵌总重达61克拉，海水蓝宝 Y 字造型项链自然垂坠在身， V 细肩带礼服露出的胸前，衬托出盖尔性感活做作的魅力。盖尔加朵穿 Givenchy 亮片礼服，搭配 Tiffany 铂金镶钻石与海水蓝宝项链，惊艳奥斯卡红毯。Tiffany 提供 Tiffany 释出盖尔加朵在饭店休息时佩戴与红毯上同一条顶级珠宝项链的照片，搭配 T 恤牛仔裤依然好看。 Tiffany 提供盖尔加朵于梳化时也舍不得将 Tiffany 顶级珠宝项链卸下。 Tiffany 提供盖尔加朵于奥斯卡红毯上佩戴的 Tiffany 铂金镶钻石与海水蓝宝项链，镶嵌总重达61克拉，海水蓝宝价格垫洽。 Tiffany 提供